皮肤超级光滑，然后非常的紧实，而且他的手指头啊，他手指头两侧是完全没有死皮的，摸起来比我的还软还嫩，然后整只就真的是软软嫩嫩，超级舒服。他这叫金手指，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你最近我看到加藤鹰有啊，其实我刚刚跟大家讲，我想找加藤鹰来跟我拍个短片，或者说我想要专访他，但是没办法，他要回日本。对，那你在跟加藤鹰合作是合作怎样？我们有合作直播，那合作一些小影片的部分，那也有去宁夏夜市逛街这样子。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亲切而且很敬业的人。很敬业，日本艺人都是。对，呀呀，像他自己身材管控非常好，你看他现在退休十年，他每天一样只吃一餐，然后只喝黑咖啡。然后哇，谁可以做到这种程度？欸，他皮肤超级光滑，然后非常的紧实。对，然后有在保养，有在保养，而且他的手指头啊，他不像一般男生，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，就是是 OK。对，他手指头两侧是完全没有死皮的，然后他的指甲是剪到有点砍进去肉里面，然后摸起来比我的还软还嫩，然后整只就真的是软软嫩嫩，超级舒服。他就叫金手指，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金手指，金手指，传奇人物哎、欸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健歌就在这里。